大装修单价咧只需要系8800，零首期，仲要送埋半年嗰个月供。巴士咧去到沙田站咧都系十零分钟。交楼咧时间咧就系明年10月份。各位观众，我是阿 Ben， 今天我们现在来到红禧府这个位置，我们应该是临深项目，我们收到开发商通知是打折，很便宜，大装修单价只需要是8800起的，高层的可能都是去到9200-9300左右。我们现时位置去到我们沙田站有巴士站，巴士咧去到沙田站咧都系十零分钟，咁我哋揸车都系十零分钟啫。咁咧，我哋而家现时去到万达咧呢个位置咧，大概都系十分钟到啦。仲有益田啦，吾悦广场啦，都好方便嘅。咁咧，我哋现时门前呢条路咧就系龙山五路。咁行前少少咧，我哋转翻右嘅咧就系石化大道。石化大道咧，咁我哋一直行咧就係嗰個龍崗城。龍崗城咧，咁其實係同深圳個位置交界啦，咁好近嘅，都係十零分鐘啦。咁現時喎，咁我哋依家紅禧府咧，而家臨深項目咧係最平嘅，8800帶埋裝修，最主要一個咧係開咗零首期嘅，仲送埋半年嘅月供，你話幾抵啊？咁咧，而家現時咧，我哋就喺紅禧府呢、這個入門啦。咁以後即係業主啊，翻去自己屋企啊，就係呢個門啦。咁現時咧，而家未交樓咧，咁有幾台車泊喺呢度嘅。咁咧，到你睇翻呢個門咧，幾高下啦？咁大概都係有成十幾米嘅啦，都幾大氣下。咁然後仲有咧，我哋自帶商業嘅，仲有幾間商鋪。到時咧，如果係交樓咧，咁到呢個位置咧，都可以做翻嗰啲飲食啊嗰啲啊，咁好方便嘅。咁咧，我而家慢慢行翻我哋售樓處呢個位置，睇埋嗰個花園啊，嗰啲內籠啊，做成點啊？而家我哋現時咧就賣緊咧係4棟同埋2棟嘅。咁你睇翻嗰個外立面咧，都基本上搞曬啦。咁我哋交樓咧時間咧就係明年10月份。到時咧，因為咧，你而家其實你睇翻咧，我哋而家係外立面全部做曬啊，咁你內籠啊，即係我買翻嚟，咁你自帶裝修噶嘛，咁入邊嗰啲裝修仲未搞好嘅，所以佢時間咧可能會去到明年10月份咯，係咯。咁我而家開翻呢度咧，咁其實你好多業主都會擔心呢個發展商得唔得啊？咁你依個放心喎，我哋呢度開發商咧係有三大開發商嘅，一個開發商咧就係本地嘅啦，仲有一個兩個開發商係深圳嘅，實力都幾雄厚嘅，所以咧唔使話擔心我交唔到樓咯。如果你係話一個開發商咧，可能會擔心啲嘅。咁咧現時咧呢啲商鋪咧呢門前呢個位咧都係停車位咯，都可以停好多車嘅。咁我哋本身咧都係自帶車庫嗰啲咯，咁如果你係話我嚟呢度咧，即係我翻香港近唔近啊咁？我哋呢度咧咁坐公交車就得啦，咁我哋而家打部滴滴又得啦，滴滴都係十零蚊嘅啫。去到個沙田站，沙田站咧咁你翻到羅湖咧都係大概係一個鐘到啦。咁你睇翻你翻香港邊個位置咯，係啊，好方便。咁我哋如果食嘢啊，咁我哋去邊度咧？咁萬達又得啊，咁我哋仲有個寶萊廣場嘅，寶萊廣場咧就靠近深圳嗰個位置咯，就係個感受一號。我哋現時呢個位置去咧，大概咧都係10分鐘到嘅，都好方便。然後咧，萬達
商圈嗰度咧，咁你食嘢啊、玩啊，我想啊，比如講我去唱下 K 啊，去酒吧坐下啊，都好方便嘅。基本嘅配套咧都好齊嘅啦。啊，咁而家我哋入翻呢個內院啦，咁你睇翻嗱，依個佢做到好靚嘅，你睇下，有水、有山、有石，係嘛？呢啲咧就係風水學咯，係嘛？仲有埋魚添啊！咁我哋而家行翻呢個售樓處呢個位置咧，等陣咧，我哋叫一個靚女咧，同你講翻呢個項目點解要賣得咁好呢兩日？因為特價平啊！我哋現時林森呢個位置咧，而家係最平一個項目，係啊，零首期啦，又單價又8800，仲帶埋裝修添，係啊！咁我哋現時而家賣緊咧係咩積咧？係一個80方啦。仲有一個係92方啦，都係三房嘅喎。佢呢度咧80方可以做三房喎。咁我而家等下帶翻帶觀眾過去，觀眾去睇翻80方嘅三房係點嘅啊。咁咧而家佢哋現時呢做內院咧一部分咧都係做好咗嘅啦。你睇翻佢做呢啲綠化都唔會太差咯，係啊，都幾好嘅。咁現時咧佢。後面那度咧係一棟同埋三棟都係起緊嘅，未停工噶。嗱，咁我哋而家行翻呢個售樓處呢度咧，我哋睇翻佢而家現時仲有咩樓層啊？其實今日咧仲好多，啱先我入咗嚟下咧，好多客户咧喺度算緊價錢嘅。咁我而家睇翻咧，紅熙府九大必買理由。咁咧，而家我哋嗌一個賴小姐，係啦，我哋同阿叫嗌老賴小姐介紹一下，我哋必買九大必買理由。啊，各位觀眾，咁我而家係請翻阿賴小姐咧，同你講翻咧九大必買理由。賴小姐，我跟我們觀眾說一下，就是我們九大必買理由啊。我们的话就是我们是品牌企业哈，那目前的话，我们干贸集团呢是源自于江西，创立于我们的一个广东哈，在2017年的话，总部是在粤港澳大湾区是正式成立的。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林深片区，我们离深圳仅仅4公里左右的。第三个的话，我们交通是非常便捷的，14号线、16号线目前的话都可以在我们附近，然后离14号线的沙田站的话，仅仅5公里左右就可以抵达，也可以直接坐14号线的话，我们就可以。到福田，我们那个16号线大概在哪个位置啊？16号线的话是在田心站那边，那可能是在坪山那里了。坪山啊，对，在坪山。我们到这里大概去大概要多久？那边会稍微远一点，大概是需要7公里左右。7公里，那也就是说比我们14号线大概远一点点。远一点点，对，14号线的话，我们就是5公里左右就可以抵达了。对，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话，整个有一个。大亚湾儿童主题公园，儿童公园，对，儿童公园，还有70平方的一个板砖岭森林公园，以及虎头山公园，都有32万平方公里的。还有呢，以及的话，我们是属于一个万达商圈，对，有我们的万达广场啦、世纪城，还有沃尔玛、天虹等等大型的商场。还有个益田，还有一个五月广场。对，是的是，都在我们的附近。然后第六的话，我们呢，目前的话就是我们是。有学校的话，小区自带2所幼儿园，还有我们大亚湾第一小学、大亚湾第二小学、9年制的一个实验学校南安分校，以及我们大亚湾第三中学都是在我们附近的啊，还有我们的北师大，还有广外市等等外国语学校都在附近名校哈。第七的话，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还是万科物业，对，万科物业已经蝉联10年，获得了中国行业的 No.1，都是第一名哈。未来的话，对为我们那我们的物业费大概多少钱？2.85元/平方，对对对。然后第八的话就是我们的园林，我们园林的话是打造专门17园林是儿童的一个游乐场所的。第九的话就是我们目前是我们的精装修交付的哈，然后更省心，包括所有的家的一个电梯啊、瓷砖啊以及厨房洁具的话都已经有了啊，更安心入住。那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，就是我们的路线。好的好的。我们这个位置去惠阳站。我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好的，好的。
那我们现在位置是在这个，在这个位置，红西府这个位置，龙山五路跟石化大道交汇处的位置，离深圳的话大概只有4公里左右的哈，4公里左右。那目前的话，我们离沙田站的话仅仅5公里左右，沙田站在这个位置。那目前的话，无论我们门口的龙山五路或石化大道，你都已经有公交车啊，可以直接接驳我们的沙田站，可以直接过去了。另外的话，刚刚我们提到田青站是在这个位置，是在聚龙山生态公园那附近，离我们项目的话大概是有7公里左右。那周边呢，我们小区的话，自己也是带了一个7间多平米一个步行商业街，旁边这里的话是有一个小型的菜肉市场，直接过去买菜就可以了。啊，离万达的话也是在我们的附近，仅仅2.5公里到3公里左右就可以抵达，以及我们的世纪城。平时的话，我们去游玩的话就可以去到步行去到板扎岭森林公园，或是去到大湾儿童主题公
整个小区是一共有16栋。哦，16栋。对，后期一期、二期的园林是共享的，不会分开。哦，那我们总高是多少？啊，我们总层高都是31层总层高，哦，单层高是2.95米。车位都是1:1。1:1.13。哦，一比一比。对，一个家庭的话都有1.5个车位左右，地下是2层车库。哦，两层。对，2层，地面的话都是实现人车分流的。地面是不会有任何的车子在上面，然后对为我们的一个人身安全也做了更大的一个保障。那目前的话，小区一期的园林也是定制的是儿童乐园，也是为小朋友定制个7米高的旋转滑滑梯，以及我们环形跑道哈，还有我们的阳光草坪。这边的话，外围这边其实也是我们的儿童我们的运动乐园，有篮球场、羽毛球场以及休闲娱乐的地方。那目前的话，我们在售的话，就是我们的4栋跟我们的2栋啦。对对对，是的。我们的样板房所在位置是我们的4栋。那现在我们卖的就是一个92平方。对，92以及80的。也就80。对，我们在售的话就是我们的2栋这一栋。我们的一个朝向的话就是这边朝南，这边是朝北，这边是朝东部。我们一个80的就是朝一个东部，对，东南朝向。然后呢，92的话是我们正南的一个朝向。对，正南的朝向。那我们咁啦，我哋而家咧带各位观众啦上去睇睇个板房样板房啦，睇下个自带装修点啦。咁我哋而家上去睇下。各位观众，我系阿 Ben 啊。咁我哋而家上到嚟呢度咧系4栋04号房啊。咁我哋而家现时咧系2楼嘅。咁咧我哋呢个面积咧就系92方嘅。咁咧92方咧我哋系做到3房咯。咁咧你睇翻我哋而家露台啊，大概闊度咧都係有成1.8米到啦，咁你長度咧大概都有3.幾米嘅，都呢個露台咧都 OK 嘅。然後你睇翻咧呢個欄杆啊，佢做咗質量比較好啲嘅，仲有玻璃咧，佢用嗰個玻璃膠咧，佢係做咗玻璃膠咧，就唔會話滲水翻嚟咯，唔會話好似其他樓盤咁做咗咁高啊，下邊滲水翻嚟，佢呢度就唔會咯。咁我哋現時咧呢個位置咧係向南嘅，正南。咁咧而家係望翻內院咯。咁而家內院咧有部分咧係都做好咗嘅，而家仲有小朋友喺度玩咯。嗰邊咧就係我哋嘅3棟同埋5棟，而家係施緊工嘅。好嘈啊！而家聽緊啦，施緊工嘅。咁你而家我哋睇翻內廊。咁啊，內廊咧到時咧我哋自帶裝修噶嘛，咁裝修標準咧就係咁咯，係咯。然後咧睇翻啲瓷磚啊，咁佢做嘅瓷磚咧，我睇翻咧都 OK 嘅，質量唔會差啦。你睇翻仲有呢個推拉門，佢做嘅質量都幾好嘅，3門添啊，唔係2門啊，3門。咁咧我哋而家開間咧都有成3.7米到啦，係差唔多3.7米到啦。咁佢沙發都係基本上都係擺呢個位置啦，電視都係擺翻呢個位咯。咁我哋而家坐呢個位置咧，係望到我哋嘅內院花園，自帶嘅花園。咁而家我哋睇翻入門呢個位，入門呢個位咧，
我哋係兩户嘅，而家我哋係總共係兩梯細火啊，咁咧而家係零四啊，隔離嗰個零三，零三咧係嗰個八十方嘅三房，咁我哋等下先睇啦。咁你而家咧入門咧呢啲配齊咧都係啊密碼鎖啊啊指紋鎖咯啊，啲質量都 OK 嘅。咁我哋入門呢個位置咧係做咗個儲物櫃同鞋櫃，我覺得好大啊，做到啊！嗱，呢個係衣櫃冇錯。咁平時咧有時我哋話冬天啊啲衫褲啊可以掛呢度，出門嗰陣可以拎嚟著鞋櫃做埋噶啦。啊，呢啲儲物櫃咧全部都做曬咯。系咯，呢度咧就摆喺嗰个锁匙啊、杂物嗰啲，翻嚟放呢个位置就 OK 嘅。咁我现时啊睇翻厨房，啊厨房咧都空间都 OK 啊。咁你两煮饭都系两个人噶，咁空间都唔会话好窄咯。啊，然后咧佢配炉台啊，同埋抽油烟机啊，仲有柜啊，呢啲全部做晒啦。啊。呢啲全部都膠樓標準嘅做曬啦，然後咧呢個位置咧就可以放翻個雪櫃，兩門都 OK 嘅呢個位置啊。咁我哋而家睇翻我哋嘅客房，咁我哋先睇翻個主人房啦。咁主人房咧，我哋入門呢個位置咧係好大空間嘅。呢個位置咧，其實咧我哋可以做翻嗰個衣櫃啊，入牆櫃啊。好闊啊，但係佢都有兩米幾嘅。咁咧到呢個洗手間咧，咁佢都 OK 啊。佢仲做埋嗰個乾濕分離啊，空間都好闊噶。趟門啊，仲有一個窗啊，對住嗰個我哋嘅花園咯。啊，呢啲廁所啊呢啲放衣服啊，呢啲全部。洗手盆啊，都做曬啊，仲埋呢啲儲物櫃啊，啲全部做曬啦。啊，玻璃鏡嗰啲啊，全部幫你做好嘅。啊，雖然咧我哋間主人房咧唔係好大，但係咧佢送咗個飄台。呢個飄台咧其實咧都好大下。如果你係話唔上空間，利用空間嘅話，可以做翻個榻榻米，咁咧你個空間就闊好多咯。咁如果唔緊要，如果你係話如果你話咧我哋嫌呢個房細都冇問題嘅。其實咧，我哋依間房咧係由打通嘅呢個位置啊，呢縫牆咧，呢兩面牆咧，我哋可以打嘅。咁呢間房就大好多啦。咁我哋呢間房咧又可以做個化妝間啦，啊，同埋嗰個衣帽間啦，都可以嘅，就大好多咯。即係睇翻自己，如果係話。唔使咁多人住嘅，咁房夠嘅，咁就 OK 啊。咁咧，我哋而家睇翻呢個公共衛生間啊。咁佢呢個咧洗手台咧，咁佢就分咗出嚟嘅，就唔使話一齊咯。咁你話兩個人上早上兩個人上廁所啊，咁我哋喺呢度洗下面啊都 OK 嘅。咁咧佢呢入邊咧都做埋嗰個乾濕分離嘅，空間都好大啦，沖涼啦，仲有埋一個窗。系啊，窗、廁所位又喺呢個位置啊。咁我哋睇翻最後間房，呢間房咧其實咧佢係算咗一半，計咗一半嘅面積嘅。入正咧係一半面積。咁咧佢點解佢要咁搞咧？係因為咧，如果你全部做曬嗰個牆啊、窗啊，佢係算全部面積算曬計曬嘅咯。咁如果你係話係冇封窗嘅情況下咧，係算一半面積嘅啫。啊，咁到時交樓咧，佢呢個位置咧都會幫你做埋嗰個玻璃窗啊，係啊。咁如果你話呢間房唔需要咁多房啊，咁呢間房咧你話做個飲茶嘅化妝間啊嗰啲都得嘅 ，OK 嘅，係啊。咁現時咧，咁我哋而家咧就係啦，呢個係92方嘅咯。啊，咁我連而家帶埋大家去睇埋嗰個80方嘅03户型。各位觀眾，咁咧而家我哋而家係睇翻呢個203嘅，啊咁咧，03呢個位置咧，入門呢個位置咧，空間好闊嘅，咁你可以做翻嗰個鞋櫃啊、儲物櫃嗰啲都得嘅，啲空間基本上都係自己用翻咯，係咯。咁咧我哋而家入到嚟咧，都係同嗰個04係一樣嘅，都係送埋嗰個櫃啊，全部做曬嘅，啊，都一樣咯。
因為膠爐標準咧都全部都係統一嘅。咁廚房咧都係一樣啊，廚房咧可能就會比嗰個衫嗰個細少少，呢個可能只能放雪櫃係放單門嘅啊。咁你抽油煙機啊，同埋露台啊，同埋啲櫃啊，全部都係一樣嘅，同埋嗰個93嗰隻咧配套全部膠爐裝修都係一樣嘅。咁我哋廳咧就應該都係差唔多啊。點解我話80個方可以做到三房咧？真係好駕駛啊！咁咧呢個客廳咧嗰個開間咧差唔多都係3米7到啦，係啊。咁咧我哋現時而家露台呢度咧都係望翻我哋嘅內院啊花園啊，都係向南嘅。都是差不多啦，這個露台同其實同嗰個92個方嗰個咧就都是差不多的，就是少了個衛生間啊，因為92嗰個咧嘅嗰個衛生間是有兩個嘛，咁我呢個80方呢個咧就得一個衛生間啊，但是少了12個方咯，係咯，12個方咯。咁咧而家現時咧，我哋睇翻啊呢個房啦，咁呢個房咧都唔會細。啊！呢個房都 OK 嘅，擺個米半床咯。如果你係話想空間大啲嘅，做翻個榻榻米啊，空間就闊咗好多咯。咁我哋入門呢個位置咧，咁可以做翻個衣櫃咯嚇。呢個位置可以做翻個衣櫃，咁你就唔會浪費好多空間。啊！呢個位置咧，如果你做翻榻榻米啊，放米八床都OK 嘅。啊，到呢個位置呢度可以擺翻個床頭櫃。啊，如果你係現時按照佢開發商呢、這個。呢、这個位置做翻插蘇，兩個床頭櫃就只能係擺一個米半床啊。咁咧，我哋睇翻第二個房，第二個房咧就可能會細少少啊。如果你話覺得啊呢個房細嘅話咧，唔緊要，其實咧呢縫牆都可以打嘅啊，都可以打埋嘅。打咗之後咧，咁你兩間房咧就好大噶啦。變成一間房，呢間房咧，其實你都可以做翻嗰個化妝間啊，同埋嗰個衣帽間啊，都 OK 嘅。佢呢間房咧，仲送埋嗰個飄台啊，仲有個飄台。啊，仲有一個咧，咁我哋交樓標準咧，呢個門咧其實都唔會太差啦，好厚啊，顏色都 OK 啦，我係中意呢個顏色嘅啊。咁睇翻呢個衛生間，衛生間咧，其實咧呢、這個位置咧。好似比嗰個92方嗰個闊啲呢個位置啊，都係配埋咯啊，係咯，儲物櫃啊，同埋嗰個玻璃鏡啊都有嘅，插蘇嗰啲全部做曬。嗰個衛生間呢度咧啊都唔會細，乾濕分離啊幾好用，係啊。呢啲啊水龍頭啊呢啲咧都做埋嘅啊，仲有一個窗啊。然後咧呢、这個位置咧，佢幾好嘅，做埋嗰、那個放衫嗰個位置咯，係啊，呢、这個架同埋嗰個廁所，最後尾間房，其實呢間房咧同嗰個93嗰個咧，啊92嗰個咧係一樣嘅，都係算得半面積，到時交樓嗰陣咧，都係封埋玻璃封埋嘅窗，交樓標準嘅，咁現時呢個房咧可能會細少少咯，咁如果唔多人嘅話，咁呢間房都可以。都是做翻飲茶啊，麻雀放張麻雀台啊，化妝間啊、衣帽間啊都 OK 嘅啊。咁咧而家我哋現時咧睇咗咧就係92同埋80嘅。咁我而家賣緊咧都係呢兩個積。咁賣咧係邊棟咧？就係四棟同埋二棟。最主要咧，我哋呢個係林森項目最平一個項目嚟嘅，先8800啊。咁如果我話高少少咧，咁高少少咧都係9200到9300之間嘅，仲可以做埋嗰個零首期，仲要送埋半年嗰個月供。如果啊，咁我如果我大概我要想買呢個80積方啊，咁如果係零首期，咁會大概月供幾多咧？咁如果係話20年左右啊，都係4000多元到啦。咁係啊，差唔多啦，啊4000多元啦。如果你係話92嗰個咧？92嗰個咧就大概係5200到啦，如果零首期，佢仲要送埋半年嗰個月供俾你嘅，係一次性送完俾你啊，送翻俾你嘅，係啦。
咁如果係各位觀眾，如果係有需要嘅過嚟睇翻嘅，咁你到時可以俾電話我阿 Dad， 我哋到時去到羅湖嗰度關口邊個關口去接翻你啊！咁我哋都係一對一服務嘅。咁到時如果係真係想睇嘅，聯繫翻我阿 Dad 啊！咁我哋而家就睇到呢度啦，好，拜拜拜拜。